小老子随时就跟张二要来一点私鱼，大家在王二把私鱼挑了跑的了，张顺嘛就到后头大楼船跑了，他叫混一方了。你是个小老子嘛，你应当就跟住大家在王二跑了，他怕，他就跟住个张二。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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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顺家在开柴跑下去，踏到了船厂里头，他混一伙了。小老子就站在他的船厂门口，两手在口啊，就捏在自己的大腿面上头，就等了。一旦看见张二把衣服换过了，张二一出来了，张顺这一望啊，李逵啊，我的张二一，走啊，我们到琵琶亭去啊，陪三姨。我的张二一。人人都讲到你是个大朋友啊，这一眼看呢，你是个大半吊子。来看，张顺才把他碗口咬死啊！啊，把我一点死鱼落了去了，居然的好像骂我半吊子，怎么半吊子？我的张二一。你要把衣服换过来，爷爷身上的衣服不，你要看看几朝零食的，这套衣服换下才好好的。这咋搞？常常骂大王啊，可要死啊，打来打去都是打的哦啊，居然的还要衣服换。好了，不看他们，还要看现在的。不看姓戴的，还要看姓宋的，大家都是朋友啊。孩子，拿一套衣服来给你要换下子啊。你是个手下孩子嘛，你应当嘛要到行里头干那个大块头手下孩子的衣服，你拿一套来给李逵换噻。他把张二爷的衣服拿来一套。你看看这手足多少，小老子身高一丈有零，张顺多高？张顺只有不到八尺的身材，你看这手足多少。他把衣服拿到了，就朝小老子旁边一放，李爷，你拿换衣服吧。爷爷知道啊。小老子就朝船头上一坐，随时就把周山的衣裳朝下脱了，他连裤腿都脱下来了。张顺在旁边一望，换闹了，换闹了，换闹了，你把裤子套起来噻，今在个演变嘛，还就像两妇女的走路。爷爷知道了。随时就把裤子口罩起来，就抓在手上一抖，小老子走下来，就把个裤子起套，套起来，随时朝起站，套是套上去了，裤子口拉下去，这可把他上来，把裤子口都划掉了。好家底下的裤脚贼不过骑到大腿腕子底下，你朝他走嘛，你就要穿人嘞。小老子是大粗人，朝下一走，一屁股头撩出来了，随他去，随他去，随他去，就偷偷把个袜子拿来就朝起穿了。袜子穿嘛，可以后方站下来穿得上去了。两条袜子穿过之后，接着就套靴子，这个套头靴子套不上去，为什么呢？
你看看雪衣棒子这个地方一把就卡住了。哎，一的糊涂他头顶了毛的了。孩子，你拿把刀来，把雪衣袄子拿了割的了。混闹了混闹了混闹了。怎么能够割起雪衣袄子来呢？就赶快的拿一双大好鞋子来把它下去了吧。拿了一双大好鞋子，靠叫小老子都登不上去，因为他块头一大嘛，脚就大了，就把个鞋朝脚上一下。他把个小褂子跟长衫朝起一头，脚都飞，就把膀子就朝袖子里头掏了，掏是掏进去了，也箭头一亮出来了。好叫袖子一拨过去到膀腕子底下，他把缝片朝起扣，这个时候缝片到哪块扣着起来吧，一削就五不削了。大夫也拨过去到他右边的这个炉头的地方，弄住起来，就把缝片朝起扣，拿把梭子来，梳子拿得来了，就把个头上的发髻梳通。我的张二姨，这根针把它别一下子。好好好好好，张三心里头有话，反正都是我的。好呢，既然把衣服给他穿了，就拿一根白发巾子，这是就把它别起来吧。小老子把头发朝起别。在过去的人呢，都是龙发包巾，头发是别起来了，就都把头巾也那下再戴不起来，就朝右边一看，再看那个头巾子，就吹上去了。哼，三个人把他往往可要死啊！啊，这种思想这就不能忘了。你看看帽子才看了头尖子，衣服嘛大夫嘛一把过去到这个右边奶旁子面前，袖子嘛一直骑到膀腕子的这个底下，底下的这个长衫嘛跟裤子嘛也把过去到腿腕子的底下，袜子嘛后头的后方是降下来了，这双鞋子嘛是下在脚上，小骆驼不稳了。小老子就把草衣服跟草斗子拿过来，把草斗子一整，脚斗就朝里头挤了。混闹了混闹了，这个草斗子要把它挤起来干什么呢？啊，要把它摆到这个地方，要把它吹干了。不，捂就捂干了。哦，捂就捂干了啊。这个头不能摆到处啊，为什么？里头有两锭卖命的银子呢，香哥哥把那十两家大锭的见面礼，石宇上今天又弄到十两家大锭，这个两大锭银子摆到这个地方，照常在这个地方吹足衣服吹足斗子，回头有个把算收钱娘把我两大锭银算了去就走了。他把他朝里头一挤，捂就捂干了，就都就把草衣服一整，整够之后就朝窑里头一夹。我的张二姨，走啊！张三才把他往往点点头，可要死啊！啊，这种思想，他一下就行朝烟上跑。他已经任性得很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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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随时带出他就踩破上来呀，到了岩上头，张二姨在前，小老子就跟随在后，走走走走，才走到琵琶亭的店门口，小老板就在柜台里头看见了，赶快的出来就迎接张三了，他们长时共生一下，一个是开行的。一个是开酒店的，都是跟他嘎嘎里头卖鱼，就是熟悉得很呢，大家嘛就处成朋友了。张二爷，啊，哎呀，
这东翁请了，这要把小老子一望，小老子，我的儿，爹爹啊，小老板把他往往先西被我死了，今儿个委屈死于我死了，真正是不知道哦。不谈了，不谈了，不谈了。他们到后头去，小老板复兴又到柜台里头去，他到又做他的生意了。两个人走出，才走到琵琶亭的这个亭子面前，接斗就上了亭子，上了亭子，到了亭子上头，就到三爷他们坐的桌子面前，带大一干三爷都站起来了，小二就把座位就立了一立。小老子就把草衣服随时就朝两杆上头一浪，但谁想把草衣服浪干了呢，他把身上的衣服就晃下来了，晃下来嘛，该不要把晃下来的这个衣服复兴就送了把掌而已了，没得这句话，你把东西追了把他就他的，他随后就是混酒吃也好，赌赌烧烧卖几个钱，卖到黄河滩上头也好，那个我就随他去了。但是这个曹衣服一旦浪干了，他随时就还了，那个我就不交代了。朝下走了，但是走的时候三爷是手足，带着是对配，上红头就是走的长而已，下红头就是做的李逵，坐下来嘛，跑步就谈了玩玩了。三啊啊啊啊！张二兄，你老生病很呐，我兄弟是两耳关门，嗯。那个是朋友的谬赞呐，我路过黄河还巧遇你家林兄啊啊啊啊！不要讲了，他一定是叫我常来伺候伺候你了。哎呀，哎呀呀，严重得很呐！啊，你老在亭子上头啊，今天才来啊？不，我们昨天就来去过了。今天呢，复兴又来，因为昨天是小老板请客，今天我们来会会道。今天会道嘛，我们就补他的人情了。啊，你老这座亭子来过没来过？这座亭子没来过。我在山东道上头两耳过目，说江州有两处名地。一处是琵琶亭，一处是青阳楼，啊，这座亭子是好极了，好啊，当然好了。还有我的三姐，我们常到这个亭子上头来吃酒啊，我们也看不出什么好处。啊，哪个说的？你们常来啊，你们就不觉得好了，喏。你看云外遥山重翠，江边云水翻腾，阴阴沙顶飞起几行鹅路，悠悠波浦成灰宿在宇宙，翻翻雪浪扑上空，发发凉风吹水面，紫霄峰上接穹苍，琵琶亭临断江烟，四围空阔半面玲珑，两杆英文是玻璃窗格，昔日那天三家中，当年司马泪痕多。琵琶亭的来头不错啊，啊，张二姨把他望望，我两耳光不晓得宋江宋三爷大才报效。三教九流诸子百家，琴棋书画兵书剑茶，他是武艺不精，武艺不好。谬评，谬评啊！你看看这江才，居然得把琵琶亭的长处
整个的就说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的三姨，你老真是个大才，哎，算不了，算不了，算不了。你张二姨的水性是好极了啊！哎，哎，算不了，哪里叫他李大姨呢？小老子坐在对过一望，那爷爷开心啊，我就他被你带到大江里头，我死了居然的还说我的水性好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拿他咋耍，他也不过懂得一点皮毛，你的水性好极了。据说你的水性啊是改进便宜啊，我叫三姨，那也不敢当啊。哎，请问呐，你这个水性啊，还是你自己练出来的呀？不不不不不不，是我家父亲教我的。哦，啊，原来是庄翁教你的，不怕你老笑啊？我们弟兄两个啊。站在我父亲的小渔船上头，那这个渔家很老嘛啊！我们母亲就早已去世了，我们父亲嘛，一见见到我们弟兄两个啊，也有这么五六岁、七八岁的人了，就教错我们的水性了。错教的时候呢？他就一个手就抓住我们一个人，啊，就把我们带到江里头洗洗澡啊，然后胆子练大了，他把手松下来，就叫我们就在水里头扑了玩玩，啊，就这样子，越练越好。然后呢，他就教我们呢。什么踩水呀、扑水呀、闷水呀、滑水呀，这样子我们呢，一天一天的，我们就懂得多了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这个啊，不是一日之功了。据说你等在水底下的时间很长啊！我兄弟嘛，也不过等在水底下。能够吃肉鱼，啊，啊啊啊，啊！但在水底下吃肉鱼，这个吃肉鱼呀，整个的就把气冰住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们等在水底下呢，我们自己可以能够换气。哦，等在水底下自己可以换气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啊，你这个水性啊，不但是无量而观摩呐，怕的江湖上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你的水性太好了，哎，算不了，哪里吃得我们戴大爷呢？戴大爷。戴大姨嘛，他有金钱加码了，这个金钱加码多好呢，比我这个水性好啊。我这个水性嘛，普天之下会水的太多了，他这个金钱加码，日行一千，贼斩八百，他这个是天下无二。八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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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呀，没吃了两天还没有谈到这回事呢。戴院长，我倒要请教请教。